来玩一把皇子，这把带一把征服者，对面好肉啊。其实这把这个阵容我们不能玩皇子，玩皇子不好发挥啊。不过既然你们想看，那我就肯定给你们玩，对吧？岂有不玩的道理啊。这把给这个下路给他搞烂了就好了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，并肩作战吧。点个魔看，点个魔看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。不打不打，打一团我死亏，待会又没人帮我们开野了。这都已经没血了，怎么还打呀？完了，这把得单开了，而且必须得单开。这版本皇子神话出战斧啊，星矢也不好用了，能来一下吗？石头，我表示有点忙，可以。单开的话就交成了，月月放下才有感觉，确实这个点的话到月月时间了。不要出日炎，出日炎真不行，出日炎纯工具，纯打工的。只能归去下给你去了三级征服者，什么意思？他该不会觉得我来抓他来反蹲吧？动力冲刺，别急，你别给技能呀！我都来了，这蓝 boss 黑沙龙龟，我也征服者，小兵，他没有余震，他没 W， 打爆你的龟壳，再 Q 插一下，巨龙撞击，听说你叫龙龟是吧？撞的就是你啊！能升一级尽量先升一级，刷野怪的话前七级是有被扣经验的，河蟹的话前九级啊，先升一级再刷野的话加的经验会更高一点。这余震龙龟感觉可以打呀，把他 W 骗出来就行了。发波四了，送你一层，不用谢了。等他走了，他打蓝很慢的，这波可以用 Q 城把他蓝抢了。这奥恩帮不了他多久的，知道吧？速，很生气。闪现挡住，还有更气的啊 ！DQ 续上征服者。哎呀，好气！怎么会这么气呢？这中山要过来了，走吧，出来再吃下河蟹。小背心，你这个大绿岩很慢了呀，这样子。永世长存。
差一点点，这个征服者就断掉了。战斗之心 ，music。我们去石油轮等他，他在吃 F6。右上角六分钟左右他要死，这波抢石头在杀的龙龟，但是呢这个下路可能会过来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最好的话抢一个石头。来手无赖，这兰博太要打石油人了，怎么敢跟他打？你怎么敢呀？龙龟应该在下半区，我看他们那个先锋在杀着兰博，感觉有点难，先用个惩戒来，有红惩，红惩的话可以试一下。拼拼你云一灯，还是很伟大。这兰博必须得杀他一次，又换回来了。我去中，我去中。别走，别走，别走！把眼拍了，我来帮你。兰博大还没好，他已经到 CD 蛮久的。杀人书，小袋子吧，外地人。我就最喜欢杀外地人了。给你打成无字天书啊。兄弟你不要塔嘛，不要塔我吃了啊。这波吃不了算了。
大大大大跑还是撞呢？留着 Q 减速拉开，很细，我来了，势不可挡，来来来，撞吧！哇，这时候呢，好老啊，太老了，太老了，老的有点不像话啊，老石头了。爆破有没有？交流一下。快跑快跑，别管我，走了走了，兰博来了。哇，他怎么敢啊，这兄弟。不行，我这把 必须得帮他了，他为什么不走啊？他太敢了，他把这个黑签买下来，对，为了救我们，真的，他回头给 Q 的啊，我去双杀一下。十级兰博，这龙龟要来了，看着龙龟出来我们再上，先别急，这时候大快好了，这不上了龙龟来我们就死了，撞撞撞撞撞，看到没有，撞撞两个可以杀，撞你撞两个我就 EQ 了，我不能被控的知道吧，你撞两个我接 EQ2 全死了，我必须 EQ 两个加战斧，战斧对面伤害高，血少的时候再开。哇，起飞了，扛一下，稳的不像话，最后人皮的时间要到了，这时候人比较会玩，这条线应该没关系啊，他能懂的，这把我开给他躺就好了，对吧，来个黑切加绿甲，先整个双抗吧，现在血量比较高，这锁子甲可以买，妈的没事一样，一个拿着剑的少年，好朴实的 ID。
手中有剑，心中无马，可以。你别怕，你别怕。我不能去了，这兰博博上当了，他现在。这帝国指令寒冰还是有点恶心的啊。我买错了，怎么买了两个？应该可以合吧。哇，你这他妈的不把我当人看，这是。等他二，我们开二，用二抵消二。看到我就没被击飞了，看到没有？我们二的时候是无法阻挡的。我比你高五个级别，你还想撞我？救一下，救一下。你在干嘛呀，欧菲留斯？你在吃比巴博吗？丈夫这个装备能创造奇迹的，知道吧？不用怕的，血量越低。我们这把还带征服者，征服者配丈夫，这血就回上来了。然后装备买错了，不应该买这个了，直接十五加破败好了。没关系，就站在他二上面跟他打。哇，这个寒冰的剑晕的时间太久了。哎呀，被偷袭了，这不。没这个 R 我可以杀这个塔杀的，这 EQ 起来他就没了。主要他刚好大定住我出不去，这兰博的大一直在考我。不行，这石头人必须得来团，他来限制一下这卡扎就好了。这卡扎这两件套打人很快的，你不理他的话，他这两件装备很脆，知道吧？把这卡拉给他先秒了。哎，跟我来，跟我来。你大寒冰干嘛？他是一个辅助呀。我等卡莎过来，别急。这 EQ 插起两个，我这黑切打满有屠夫效果，打他们很快的，加巨龙撞击可以减一半的护甲，你看这卡莎一死就很好打了。还好这卡莎比较蠢，我都没出来，他敢这么玩。给你们来个帅的，看好了啊！
看到没有，这不得精确的伤害计算，还有自信的操作，还有对这个 C 英雄的了解，缺一不可。好装啊，这些人出来就把你们五个杀了，这把99%的参团率啊，22个投21个跟我们有关系。来个破败，他们三坨肉子吧，打完只要卡他秒了，剩下的对我们就没有一点点威胁了，我可以一个打四个。打龙是吧，来插眼，屠龙勇士他叫啥，卡他也没死吧，那他这个闪现跟我同步了，这样熟人怎么不说话呀，他怎么不讲话了，他来点交流，大半夜打游戏太无聊了啊。我屏蔽一个锤子，我给他解了，不然你当他前面怎么讲的话呢？我会说他不讲话肯定是给他解了，知道吧。卡他在下，我抹的感情，我只想混，我是一个抹的感情的混子。天哥大刀先走，卡杀。大，哎呀，你为什么不大？大我接 EQ 了，他没闪的。为了父王，那距离可以大的，他没闪的。等他们推好了，塔下打。那距离刚才可以大到的啊。怎么感觉跟他交流这么费劲呢？玩个肉直接搭上去就好了，把这 AD 只要秒了就 没人管得了我了，我就怕残血的时候他点我一枪我血吸不起来了，他出收集者的。妈的神烦，这个人跟个狗皮膏药一样。
先别急，二卡算了，对。等等着寒冰丢 W。他没闪的，把龙给拿了吧。这卡塔闪现比我们好的晚一点，差不多十秒，可以再开一波。2300。我十六级了，只要把这卡塔杀了，我这个破败打他前排就很痛，血能吸得回来。加我们被动巨龙撞击 A 一下20%的最大生命值啊！石油人得来团啊，石油人逼个闪都可以，逼个闪我就可以给他解决掉。你别弹起来，你肉啊兄弟，你当你是 AP 呢？来正面，你有什么奇怪的想法？你跟我讲一下。怎么这么怕死？让我想起了昨天那个谁啊？他想卡视野二人，有不太可能的。对面演做的很好的，他卡不了这视野的。不要被他们消耗的话，不如直接开这样。他又想去大寒冰去了，看到没有？你大卡他们就死了。对，直接给他拆了。好像一波有点难，破两个门牙吧。这边要复活了，快跑快跑，不然要被流了。你看到没有？你不走，马上人跟米一样就过来了。用个惩戒让他们打龙，他肯定以为我没惩。啊，视野了。告诉我你有几个眼。战火一直捏着没用的，
我这个血量，战斧吸一口可以吸个300。我这 AD 立功了呀，把基地拆了。